调区的大师先生，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核心的基调单。核心就是各位常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核心调区，不是有一个那个网红，就是很多人介绍他的东西嘛。核心就是掉下杆出超级多的。那他们这一两年其实基调杆也出的很多，像他这个就是大师先生觉得这一款核心调区的基调杆里面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基调杆，他的售价跟它的品质是非常 CP 值非常高的。好，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可是我觉得这一款是特别特别的赞就对了。好，那各位可以看见哈，它有写一个 H 跟 MH， 好，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说 H 跟 MH 为什么不是写什么 1.5 号啊、175号啊、2号啊，而改用这种称呼？其实这个很简单，我跟各位讲一下哈。这一个如果是这一个哈，写 MH 的这一个。写 MH 的这一个我们就把它当成说它是 1.5 号到175号，大概是那种调性的调杆。然后这个如果写一个 H 的这一个，就大概就是175号到2号那边的调性的调杆就对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要买一支你直线想要用粗一点的，你就买这个 H 的比较硬。你直线想要用不要太粗的钓竿的钓性想要比较有弧度一点，我们就买这个 MH 好，那我们抽一支这个 MH 的这一支给大家展示。好，我把它抽出来，我们先拍个外观给你们看。来，我们这个 MH 的515的售价是3900，售价是3900，当然我们有特价了，特价我们不在网络上公布，因为每一间它的优惠其实都会有价差，我们不是卖最贵的那一个，也不是卖最便宜的那一个，可是跟我买就是说有充分的知识服务，只要你有跟我买钓竿，你想要问钓鱼的问题，我保证是非常有耐心的让你询问。那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开启 VIP 服务， VIP 服务就是打LINE的视讯，让你问，看你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等于是真人一对一的就对了，这叫 VIP 服务。那这个如果想要的朋友，你是外县市的朋友，这个可以用邮寄的，邮寄的就是寄邮局，可能要先麻烦你先汇款，汇款之后，我们再收到钱了之后再帮你寄出去。如果你是本地的朋友，建议你直接来现场试拿手感，再买这样子。好，那我们外观我们先让大家拍一下，特价的部分我先给它遮住，这个叫做轰炸机。然后我们把它抽出来，这杆子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一把钓竿。各位看见这个杆帽哈，杆帽都相当不错，配件的相当不错。只有一颗绳子是不错的杆帽。那这里会缠一个，这个是因为说这个是新杆子嘛，我们就不给它拆下来了，因为它这个就是你套住的时候，这里跟这里防止它接触啊，看得出来厂家的用心。那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它这个是装的都是斜口珠，它不是复式的，不过它的珠子是相当不错，各位可以看见，它也是那种人家讲的IM 珠系列是斜口珠，然后它的涂装整支各位可以看一下，涂装是变色龙的哦，很漂亮哦。虽然它的名字叫轰炸机，取得有点 local， 不过涂装真的是没有话讲，尤其是这个卷烟器座，各位有没有看到人体工学，而且是轮座。足水的啊！我家己感觉这个啊，真正足水的，尤其伊这是变色龙的哦，看咧精致度精致度拢足好的。像这一支定价3900而已，再打个折，各位很漂亮的一把钓竿，我们抽出来给各位看。它这个我在抽各位可以看见，它仍然是有对准线整把都有对准线啊标配就对了啦，对准线，然后它也是龙凤尾哦，龙凤尾的意思就是说在尾翼的地方分成
把尾翼从中间分成两段，前二分之一是实心的，前后二分之一是空心的，为了要讲究龙凤尾，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完美的调性在，哦，完美的调性，哦，来，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抽杆子的环节，抽出来之后，全杆对准线支持，钓竿这里粗粗的防粘连支持，母线防粘连支持，哦哦，它就是让你钓竿湿湿的时候，母线不会粘在这个杆壁上面，哦，各位可以看见，哦，抽出来全涂装。也都是变色龙涂装，然后这里，哦，大节的部分就做这个防粘连，哦，学习那种日本的做的比较抢眼，创造一些价值感，给大家看看感受这样子，哦。如果刚刚像刚刚上一部影片介绍的那个力霸，各位不喜欢那个颜色，你可以考虑你加一鸟诶，你买一支变色龙。哦，整个海边你就是最亮的仔啊，真正诶，压出去，哦，你想献给了对啊，各位看见，很蜻蜓，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175号的很蜻蜓，我摇晃一下给各位看，各位可以看见哦，它杆尾在晃，手把上节的部分不会晃，就表示说这一支杆子非常的有腰身，有腰身，而且拿在手上舒服，因为它这个手把是做一个。人体工学的造型，哦，这个手把各位可以看见，它也是有变色龙涂装的，相当漂亮，相当漂亮，哦，拿起来真的是棒，整体感各位可以看看，整体感，真水。来，我们现在把它收起来，收起来，哦，我们比较建议各位要收杆子的时候，用旋转的方式，假设这一节跟这一节是可以活动的。右手抓在下面，左手抓在上面，哦，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一旋转就进去了。哦，千万不要像那个阿伯用剁的，安尼剁剁剁剁到最后珠子都掉下来了。哦，这样子，哦，用这样子收，旋转的方式很好收，各位可以看见。哦，我在收，相当的好收。哦，这一节也要旋转。哦，旋转，旋转。哦，这样子是不是非常的好收？不会造成珠子与钓竿的脱离啊、损坏啊，都不会。整体感想呢？这个我就不拿下来了，新杆子，因为它上面就原本这样，变色龙相当漂亮，足水的对啊，足鸟的，你若介意鸟的，喜欢潮流，喜欢时尚，这一支真的赞。好，那各位这个哈，如果各位你是外县市的朋友，你想要买的话，来加我的 LINE 的 ID 在这里 ，LINE ID 0980217692。0980217692，也可以关注我的粉丝团。那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下午3:30到晚上9:10，礼拜天是公休的，礼拜天公休哈。那你有任何问题，只要你是本店的顾客，我们的知识服务是非常的到位的。有任何的钓鱼的问题哈，绝对都可以帮你解答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哦。来，好，各位。今天就介绍这里就好，我是高雄大志钓趣的大志人，谢谢各位，拜拜。